个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李齿。李什么齿？李齿啊。李齿。嗯。你看他的舌头。啊，这次是第三次穿的哦。天堂漂亮哈、哦。是啊。不用担心了，没事。前两次我把那个针都吃掉了。有没有很痛？有没有很痛啊？先不要去碰了。对啊。When you're about to stick something, it will stick 500 volts to your body and possibly kill you. If you hesitate, then that's what happens. In my business where I came from, one second has... Okay. 所求就好了哦。但是没有啊。麻醉。那这是哪根线绞痛的感觉？是不是？嗯。吃掉的时候不可以把舌完全吃了。他已经吃很多个了。只要再继续把它扎起来了。他从此不认扎起来。你动他没关系，因为他那个穿三次的，他这次是第三次穿的哦。好、哦哎、天哪！然后这个刚才是吓得要死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又还生不出来？你先走看看。好，等下哦。他哭不哭来？好、哦，你试试他痛了，没关系，不会有事。哎，拜拜。他找你二次。